想了好久，也想不出来怎么去纪念21世纪的10年代。别说9宫格图，就算90宫格图也不够。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在某个时间点，我开始认真的思考，以后做什么，喜欢的是什么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关于我，虽然是个看起来对所有事情都很有自信的人，但是没有那份近乎于偏执的热爱，每天都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。毕业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我应该算是一个无趣的人吧，不会想因为谁而改变自己，只会偶尔放空自己。为了找到心中的答案，我决定开始改变自己，尝试自己没做过的事，不顾一切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。唯一不变的还是那与生俱来的迷之自信。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疑惑，但我仍然在尝试解答这些问题。以后做什么，喜欢什么，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也许下一秒就会有答案，也有可能一辈子都在寻找答案的路上。随他去吧，谁知道呢？安心解决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。至于远方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